热心民众讨论得很激动，因为女骑士被卡在车底，动弹不得。屏东盐埔乡四维路上，12号傍晚车祸发生，当时正在下雨。19岁女骑士疑似自撞电杆后摔车，后方轿车闪避不及，才把她卷进车底。所幸热心民众合作抬车，让她减轻痛苦。大家都很着急，然后没有办法。人力也没办法扶起来啊，所以我想到说推高机是最好的方式哦，所以赶快把它抬起来哦，让它减轻它的痛苦及恐惧。再过来了，抱你一下。虽然救护车到场，尽速把骑士送医，但他骨盆、左脸骨折、头部淤血，幸好没有生命危险。热心民众将车辆以起重机抬起救出送医，李女骨盆骨折、左脸骨折、头部淤血等3事。目前尚无生命危险。女骑士被卷进车底卡住，惊险画面让人捏把冷汗。幸运的是，好心路人协助，附近还刚好有堆高机，才让受伤骑士得以及时就医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惠山评论。